天好放的，身上都快干了，在他这得晒一会儿。这天都改了，这天好。哎，身上都改了。天好，晒着晒着根可好的，白羊白的。今天没闹钱。谁干了？天！不要穿你穿呗。我勒我啥放嘞？不拉开嘞，叫他吧。光着硬，他这胳膊也难受，你知道呗？妈，哦，问家伙，我问家一去后头问个羊嘞，胖嘞，这时候那羊，我长个多大嘞？胖嘞，我。那可是咱这条还一会儿吃还。那也是我长了多，没会吃别的。好，我说姑姑，到时候老在家上顿料，过年了准杀老多肉嘞，是嘞，胖胖的，那杀好几十斤肉嘞，是的。啊？是的。是的啥嘛？那这是为啥呀？喂肉是在吃肉的，你知道是为啥？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上头那真是为啥的，那羊可听话的，叫咱干啥都干啥。咋干啦？每天在家开门了，在家吃吃喝嘞，干啦？你叫他让我，那可嘞，那你，哎，不老走，咱去看看你，走，你看听会儿呗。我跟你说，几个这个羊啊，那个王长叔说知道过年啥的，娘你说啥的？我可是没啥的呀，是没啥。反正我也是没啥，咱去看看你，走，咱把孩子嘞，孩子们了，孩子们了，哎呀，那真是他光在家开门了嘞。这羊就是挺听话哎，啊！再一张长叔，啊！你看这丫头丫头，这傻老又傻老啥也不是，不傻也不是，不傻傻老吧可低的，不傻吧麻烦的不能干。看这个羊确实，这个羊人家这年一来一挑呀，你要说、你往前蹦一个，人家一蹦多高呀！那时候往前一整，往前一抬，一整一抬，那就是挺多大嘞，老实的。多大？你看着胖的很。嗯，看着多大多胖。那再叫朋友去，朋友给他那是说吧，看还是啥还是不啥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啥呀？这再看吧，咱要不这样不啥这个了，咱得买一个姑娘，
看他回羊羔，咱都不杀他了，不回羊羔他妈杀了，怕嘞。卖说卖都卖了，那得卖个合适的，卖不对付了也不担心。这个羊还是确实有挺会儿，你看长得可快。训练挺会儿。谁啥训练家的？反正他成天起家还叫他，那就有动会儿。嗯。动会儿，一老是可老实。嗯。聪明这个羊。呀呀，一般。叫啥我可是比啥。那这不杀的看他，那看他造化吧。他会养狗不杀他，不会养狗你不把杀了吧？杀了怪可惜的，走，待会儿回头我看看再说吧。